中方对尹锡悦先生当选韩国新界总统表示祝贺。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，也是相互离不开的重要合作伙伴。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，30年来，中韩关系实现快速发展，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。 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我们愿同韩方共同努力，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，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。